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眼含热泪，步履蹒跚地奔跑在飞机的跑道上，他享用手中的托本，逼听即将起飞的飞机。航站楼里的人看到这一幕都觉得他疯了，只有这个男人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男人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人物，却意外地成了这个机场的传奇。他一说要离开机场，机场的人都出来送他，还给他塞各种各样的礼物。他是谁？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对他？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。